另外，我们就在天天在做李志仁的活动。那李志仁不是我们花莲的，是有四个大学：中正、加大，还有南华，还有左右那个环球，那几个大学的体系的教授哈，也就出来了。魏老师的先生黄秀明老师哈，当时的，所以大概我们都依据他指导哈来推动来推动哈，这些长辈为什么身体那么健康？大概我们都晓得哈，人要活就要动啊，国语听得懂吧？可以，他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因为我是大概也是双语的哈。啊，所以要活就要动，但是我们老祖先告诉你，好，现在学者都喜欢一引经据典，说是外国人。我一看到那个外国人，我就觉得很怪怪的。那呢，中间归清当前的，反正讲不爱国，爱军长啊。啊，啥个是讲哦？啊，那个外国边的学者讲的，什么边的学者讲的？啊，那台湾那种怕什么？无啦，咱做历史的。哦，对，对啊，所以苏先生哦，我就讲，拢讲不要运动。我讲哦，恁做皆是劳动，不是运动。哦，啊，恁哦，即嘛是免做劳动，爱做运动。哦，啊，做运动，这就是咱咧讲，即嘛名词就是哦，增强你的体适能，增强体适能。啊，即嘛体适能现在不叫体适能了，现在叫体智能，现在已经是进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大概有四个系列的课程哈。啊，第一个就是规律运动，规律运动活力多，就是正常的规律运动，就是教学上台阶的规律运动哦，天天做体操了，天天比较死板的这种运动，哦，这种运动，啊，这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在播放，啊，那些许多老人呢就特别做，啊，跟着做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身心灵的活动，我们楼上那个就是身心灵的活动。这为什么叫身心灵的活动？就那些活动的项目，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童玩，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在玩的。啊，我们年龄已经那么大，再看到小时候玩的东西了，自然我们就我们做出来哦，那几回我那回忆就蛮新鲜的，这样哦。人就有生命的意义呢。阿伯哦，我们这些长辈，我们还没有开始做社造，还没有开始做外来需求之前啊，这些长辈痛得很可怜，没有人管，他就每天不晓得做什么，又年老了又不能工作啊，他就是整天啊要画地啊，然后他就一天过一次，就等最后一天，啊，最后一天就老了，一直在。啊，那样行哦，人生就没有意义。啊，不要你这个据点呐，运动人生就是运动，但是运动有很多种，唱歌跳舞，通通包括在内，让每个人都可以研究你的一套。哦，我后面把什么歌变成什么舞，什么舞跟着什么歌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。啊，各位。外咧上课真注意吼，老幼的先吼，啊，请伊去先坐吼，大家时段垫一下吼，这拢是真好的代志。这样先讲完，啊，请伊关心中吼，然后记得啊，请伊讲话啊，如果讲话。我就难困袂去啊！无伊嘛就加娱乐一下哦，咱互相娱乐吼。讲迄个第一名，娱乐第一名。